你把他吓哭了好像。对，我现在一直在还三哥的债。到现在还在还。对。当时是为什么？还记得吗？不记得了，嗯。给我们补充一下那个故事，好吧？对，就过去吧。啊。我倒是在抖音上好像看到这一段，好像是当时是想要佑佑哭是吧？一直哭不出来。没有，他不是哭不出来，因为那天其实很晚，我们那个场景要杀青，然后又要反复的从巷头跑到巷尾，要跑很多遍，因为电影我们导演也是精益求精，希望我们最后能呈现最好的效果，所以又跑了很长时间，所以你跑到后面半夜时候，毕竟孩子们体力不会那么好，所以我们就尽量用一种，算是方法吧，然后希望又能以最好的这样的一个面貌出现在这场戏，然后也可以早点回去休息。